掉的哈，刚刚讲的啊，跟 B 在这里哈，它两个都有，都是在看直线的关系，好，直线相关的这个程度而已，啊，所以我们来先来看一下啊，什么时候啊会一到零负一之间。什么样子叫做啊？假如有两个 variable， 好不好 ？x、y 或者是 a 跟 b， 或任何两个 variable， 然后他们的数据的样子像这样的话，这样看起来的话，啊是多少？看起来是什么？差不多是零，接近于零。对不对？没有什么样子的关系。但是假如是这样子的时候呢？每一点都在这个线上这样子的时候，这个叫什么？ R 等于正一。然后你说，哎，那我找这样子的话呢？这样也叫 R 等正一哦，所以呢 R 什么啊跟它的 slope 没有关系哦，跟它斜率没有关系，对不对？这个这样子的时候斜率有没有差？有，对不对？这个斜率比较大，这个斜率比较小，对不对？但是呢这样都叫做 R 等于正的，而且正一所有的值都在上面，也就是说那怎么样子叫做 R 是一到零之间呢？哦，这样子叫做 R 是一到零之间，也是有正的关系，但是是怎么样？它不是每个点都在这个直线上，这样叫做 R 是一到零之间，这样了解吗？相关系是不是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到呢 ，R 跟它的 slope 没有关系。跟它的斜率是没有关系的，这样都叫 R 是正一，这样都叫做 R 是负一哦，对不对？这些假如它的点都在一个直线上，这样子就叫做是一。然后，但是呢，你可以看到是怎么样子 ，R 是正的时候 ，B 也是怎么样子，也是正的。R 是负的值的时候 ，B 也是负的值，只有这个是一样的，对不对？正负是一样的，为什么？你可以看它的分母都是什么 ，summation x 啊 y 啊，知道吗？所以 summation 它的分母呢都是 summation x y 啊，分子，对不起，分子都是 summation x y 啊，这个 B 呢？上面也是 summation x y 啊，但是 b 的话，下面是 summation x 0啊，这个呢是，x 跟 y 哈、啊、两个要站在同样的位置上，同等的地位，所以它是这样。但是它的这个都是正的值，对不对？这个也是正的值，对不对？所以分母来讲都正的值，符号在哪里？在这里。所以呢分子两个是一样的，所以它是正的话它也是正，它是负的话它也是负，了解吗？所以呢它的这个斜率是正的话，它的相关也一定是正，符号是一样，但是呢它的单位是不一样的，它的值也是不一样的，可以吗？而且他们两个都只是看之间的直线的关系而已，然后还有两个很类似的是什么？没有 cause effect， 就是。这两个之间相关很显著的时候，并不表示说一个引起另外一个，或是说 B 很显著的时候，也不表示说 X 引起 Y， 只
只是说这两个有很显著的直线相关，或是这两个有显著的直线关系，并不表示有这一个的这个的效应 Y 的效应是因为 X 所引起来的，了解吗？那个 cause effect 的关系呢，这个无的话，正确一点的话应该讲说不一定有 cause effect 的关系，不一定。你不要那么很武断的一看说哦，两个直线关系很显著，就说什么呀、啊、哦，所以 X 造成 Y 怎么样子，没有，或是 A 造成 B 怎么样子，不一定啊、哦、所以这种 cause effect 的关系要非常小心。 OK， 好，然后他只看那个直线的关系，所以呢你可以看到，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假如他们之间有两个 variable 之间是这样，你弄出来的将这个把那个它的实际的观测值点上去，你看起来这是什么关系？二次式的关系，对不对？两个 variable 之间是二次式的关系，对不对？但是你去计算相关系数出来是什么样？接近于零。OK。所以呢 R 也是在看什么，他们两个之间的直线关系而已。那 R 接近于零， R 的这个族群的话，我们叫做我们的这个 parameter， 我们叫做 low， 好不好？我们常常用族群的这个参数 parameter， 我们用 low 来表示。 OK， 那这个啊，只是在看他们两个 variable 之间的直线关系，直线关系接近于零，是表示说他们之间没有关系吗？不见得，只是没有直线的关系，说不定是有二次式的关系或三次式的关系，了解吗？只是没有直线的关系，可以啊，啊，所以他这个是指在做的，只是看他们之间有没有直线关系，这个很重要。等一下我们还要继续再谈到什么回归直线跟 ANOVA 之间的关系，还要再用到。好，那我们先来，这还是在 R 里面来看 R 的时候呢，我请大家都每一次都要去看的时候很小心呢、哦。这两个 variable 的时候，你要去把它点一点你的观测值，否则假如这样子的时候啊，一堆观测值在这里，有一个特别高在这里，它做出来的 R 是怎么样子啊，或者是做出来的 B 是怎么样，也是一样，都会很大，看起来很显著的样子，但是怎么样，实际上这个说不定是一个 outlier 而已，因为这一点来造成这个之间有很强的直线的关系，这样很小心，了解吗？那这一点是不是一个 outlier， 是一个特殊的一个值，那你要去检讨，假如它是一个误差出来的一个值，你要小心，那是不是另外再做一个在这个范围之间的 X 的XY 关系是怎么样的，了解吗？好，所以呢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很注意，你不要把两个 variable 拿来把它丢到电脑里面去，就叫电脑算，然后算出来呢就有一个相关系数的值给你，或、哦、很显著很高兴，或者就有一个 B A 等于 A 等于啊不是 Y hat 等于 A 加 BX 直线回归，哦 Beta 也很显著，这个也很显著，哦，直线关系很强，很高兴，好，就赶快写写写。没有，第一步先看看自己的数据怎么样，把它点出来，方格子上的这个 XY 的值，把你的观测值点一点，看看是不是这样子，某一个点或某两个点所造成的这样子的关系显著起来呢，了解吗？所以假如是譬如说像这样子的话，你也可以察觉到，假如你去好好的把它点一点的话，有这种现象你也可以察觉到，所以
这些出来好像很显著的词，你马上就有所警惕了。OK， 或者是呢，它其实 R 出来很小，那但是呢，其实是这样子的。然后你怎么样？你也有所警惕了，你就知道说，哦，虽然这个当然做出来相关很小啊，相关系数很小啊，就是没有直线的关系，但是我知道他们两个之间怎么样，不见得是叫做没有关系哦，是有二次式的关系哦。这种东西尤其在生物上面的表现是非常非常普遍的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叫做 optimum 的，对不对？譬如说 X 角是温度，然后这个是生长率的时候，它什么样子啊？在某个温度它长得最好，有没有？那生物常常是这样子的关系式哦，不见得是说怎么样，温度越高咚一直上去哦，到了某个温度咚下来了，二次式的关系，了解吗？所以这个要非常的小心。所以我劝大家在把你的数据丢到电脑里面去计算这些东西出来之前呢，要对自己的数据呢好好的端详一下，看看它呈现的 pattern 是怎么一回事，然后之后再来计算这些 statistics。 啊，这些 statistics 是帮助你更科学的来下结论的，但是首先呢，你不要忘了对自己的数据多关心，多看一下，多观察它的 pattern。 OK， 用你的人脑来看看它是怎么一回事，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要就把丢给电脑。 OK， 好，这就是我们的 R。 那 R 是这样子的话，那怎么样做 test？ 刚刚这个很简单哈，那个 B 我们已经教过了，那 R 呢？那假如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做的时候，然后教大家做一下相关系数，然后怎么样做 test 的话，会是怎么样的呢？好，我们这边有一个例子啊，看一下，这个数据是，这个例子是说要看小牛在断乳前跟断乳后，它体重的增重率是不是有直线的关系？好，所以呢？他选了小牛，一个是断奶前的，一个是断乳后的体重的增加率。那他的有几只小牛？一二三四五，他总共找了五只小牛。所以呢，这个 variable 呢是一对一对的。所谓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直线回归是 X 跟 Y 是一对一对的，所以它的 N 呢就是那个一对一对的 XY 有多少对。那在这边也是一样哦，这个 N 呢不是说它有几个断乳前的数据，它有几个断乳后的数据，而是一对一对的有几对，这样子，这样叫一对一对。所以我们这样五只小牛的话叫做 N 等于5，这样子。好，我们把它数据写出来啊，那看一下啊，这个是每天长 1.2 公斤之类的啊，我把它写出来，断乳后是 2.3，
完全相同对等的那这个位置的角色。OK， 好，就这样。所以就把这边的，不管你哪一个当 x， 哪一个当 y， 把它算出来。OK， 那 summation xy 你可以这样子做啊、哦，就是等于 summation xy 减掉 n 的 summation x summation y， 可以吗？或者是这减掉的那个 n 的 x bar y bar 也是一样。OK， 所以这个叫做0.44。那 summation x 平方你也可以这样子 summation x 平方减掉 n 的 summation x 的平方，这样就是 0.31。 那 summation y 的平方、哦、就把它带进来而已啦。 OK， 就到 0.71。所以把这几个数值算好了以后呢，我们就把它带到这个公式里面来。这里叫做多少？ 0.44。 这个呢根号这个 0.31 乘上这个 0.71， 然后算出来的值叫做 0.938 0.94。 OK， 这个正负值是重要的啊、哦，正负值是重要的，不要忘掉了。好，相关系数算出来了以后呢，所有的统计都要做 test， 对不对？因为我们手上拿到的是样本的值，想要用它来知道族群的 low 是怎么样。对，那它的 test 呢，怎么样来做呢？它的 t-test。一个方式用 t-test 来做，那 t-test 呢要知道这个 sr 才可以，对不对？ r 的 standard error 是多少哈？我不要去找你，给你自己去看哈，叫做 n 减2 e 减 r 平方，在我们的那个书上，这本书上，我们的教科书上的第272页第十 chapter 十的 page 272，它的 sr 是这样，所以它的 t 呢就是这样，就是 r 减掉咯，然后除以呢那个 n 减2 e 减 r 平方。 OK， 所以呢我们的 low 角是零的话，那我们这边就可以做出来这个 f等于 t 平方，就等于什么？上面是 r 平方，下面呢是什么 ？n 减二 e 减 r 平方，所以就得到什么 ？r 平方乘上 n 减二，下面 e 减 r 平方。OK， 所以你就把这个 r 放到这里来，好不好？是什么？0.94的平方。乘上多少？五减二的一减0.94的平方。OK， 然后把它算出来，这个，然后去查表是什么样子？查 n 减二的这个表的 t-test， 啊，这个 f，OK， 或者是你用 t 也可以。那我要告诉你一个。有一个简单的方式，请你把我们发下去的这个表拿出来。我们发下去的这个表，你看到了吗？这个表是怎么样？它帮你把它计算好了，你只要算出来的 r 就好了。 r 算出来，这个 r 算出来了。直接查表，你不要再去计算了，它就直接帮你查表了。OK， 查表呢？你看看这个表上面，大家都有了吗？都有这个表吗？哦 ，OK， 这个表上有所谓的5%、1%哈，就是我们的那个阿尔法值，对不对 ？Campanello 有多大？
旁边有一个 degree of freedom 是什么？就是我们的arrow 的 degree of freedom， 就是多少 n 减二的 degree of freedom， n 减二。所以你就查 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的，然后呢，看看这个临界值是多少。譬如说，我们在这边 n 减二等于多少？等于三 ，degree of freedom 是三。那假如 alpha 是 0.05 的时候，你看到的这个是多少？ 0.878， 表上的值是 0.878， 这个值比 0.878 大的话，你就说它是怎么样？显著。显著的意思是怎么样？接受 low 不等于零，就拒绝 H0， 接受 HA low 不等于零的意思，就是怎么样？它们之间的相关直线关系是显著的。了解吗？对吗？这个就是直线关系不显著啊 ，low 等于零，好不好？然后这是直线关系显著，那这个，所以就直接给查表，就不用再去算这个 T 啊或 F 啊这样子来做。OK， 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简便的一个方式来做。那你也可以照这样子做，出来是一样的。一样的结论。好，到这里呢，我们要稍微来看一下这个 R 跟 B 其实牵扯不完。你要看它的 R 的 test F test， 其实跟 B 的 F test 是一样。你 test R 是不是等于零？就是那个 law 是不是等于零？跟 test beta 是不是等于零的公式其实是一样。为什么？因为你它等于零的时候是什么样？那个分子 summation xy 是等于零的，对不对？所以两个是一样。刚刚看到了没有？我们的 R 上面是这个，对不对？那 B 的上面是不是也是这个？那什么时候会等于零？什么时候会等于零？就是这个等于零的时候嘛，对不对？或接近于零的时候嘛。所以这两个要我们要 test beta 或 test R 的那个公式其实是一样。怎么样一样？你刚刚在这里我们的公式在这里，对不对？咚咚咚咚咚，这样子，来，是不是等于这样子？ test R 的这个公式 F 等于这样，对不对？那我们来看看 test beta 的公式好不好？好，把它留在这里。我们回来看，我们 test beta 的公式， beta 是不是等于零的公式是怎么样子呢？ F 是不是等于 MSR 去除以 MSE， 没有问题吧？前面我们讲要 test 它是不是等于零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是不是用这样做？好，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从这边要开始导出来的时候，你还记得有一个叫做 R 平方等于什么 SSR 除以 SS total 这个事情吗？有吧？而且是怎么样子？ SSR 加 SSE 会变成是什么？ SS total， 对不对？所以呢，假如我用什么样子？SSE 去除以 SS total 应该是等于 1 减 R 平方，对不对？没有问题吧？因为两个加起来等于1嘛，就是啊，开始咯，变魔术给你看很快哦，就是稍纵即逝，一下子就弄出来。好了，从这里把 SSR 展开来，所以这边出来 SSR 等于什么样子？R 平方去乘以 SS total， 对不对？就是这样子。从这里 SSE 等于什么样子？一减掉 R 平方去乘以 SS total， 对不对？没什么了不起嘛，就是这样。因为 SSR 加 SSE 加起来就等于 SS total， 就这个样子。好了，然后把它带到这里来 F。这个应该是怎么样 ？MSR 是不是 SSR 除以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一？没有问题。MSE
是什么样子 ？SSE 去除以什么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 n 减二，可以吗？没问题啊。好，把这个给它带进来，这里 SSR 等于多少？把这个 SSR 等于这个，跟 SSE 等于这个，这两个把它带到这边来。带到这里来的时候呢，分子呢？R 平方乘上 SS total， 没有问题吧？分母呢 ？SSE 等于这个，好来，所以呢，一减掉 R 平方乘以 SS total， 再除以什么？除以 n 减二，对不对？好来，那接下来呢 ？SS total 可以删掉吧？可以吧？所以呢，就得到了什么？分子呢 ？R 平方，把这个 n 减二排上去 ，n 减二，分母呢一减 R 平方。好，简单回归的时候，大 R 平方等于小 R 平方。是不是一样 ？test beta 是等于零的 ，F test 跟 test 相关系数等于零的，根本就一模一样。在简单回归的时候，什么叫简单回归？简单回归就是 y 等于 a 加 bx， 只有一个 x 的时候，只有一个 x variable 的时候叫简单回归。那跟它相对的呢，叫做什么？负回归。负回归就是怎么样？有两个以上的 x 的时候，或是三个以上的 x 等等，这个叫负回归。那这整个回归方程式所能解释 y 的变动都叫做 SSR。所以呢，假如在负回归的时候 ，SSR 除以 SST 还是叫做 R 平方，了解吗？回归方程式所能够解释的部分除以它 total 的变异。就都叫 R 平方，但是在负回归的时候，这个 R 大 R 平方就没有办法跟这个两个 variable 之间的小 R 平方画上等号。所以我们想说，大 R 平方跟小 R 平方是一样的时候，只有在这种简单回归，也就只有一个 x variable， 也就只看一个这两个 variable 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才成立的。OK。所以这个大 R 平方跟小 R 平方是一模一样的值啊，那这两个是不是一样？可以啊。以前我在那个考试院出过一份这个统计生统的那个考卷，那我去过当召集人。然后就召集了，反正台湾各个不同学校的老师来出题，其中的一个老师出的题目就是类似像这样，他给你一个相关系数 R， 然后要你做 beta 是不是等于零的 test， 那你有 R 的话就可以做 test beta， 那么带进去 R 平方等等等等就出来，他已经说老师这个公式很难背，你根本就不要背，你就只要知道是这样。导一下就出来了，所以 你有 R 的话就也可以做 beta 的 test、okay? 好，讲到这里呢，我们已经把什么回归系数跟相关系数都知道怎么做，怎么样 test 它们之间的关系有什么相同或不同的，还有一个我们没有谈到的是什么，我们之前还谈到一个叫做什么 ANOVA， 对不对？是什么辩方分析？辩方分析的时候，有的时候哦，你会觉得很困扰，就说哎呀，我辩方分析的时候也有什么，尤其是我的这些 treatment level 是数量的时候呢，你会更觉得困难。
应该做回归分析，还是做这个变方分析呢？有什么样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而且你还记得我们做那个变方分析的时候还说什么？假若我的 treatment label 是数字型的，而且是等间距的，我还可以做它的什么趋势的分析，有没有？它是不是有直线的关系，有二次式的关系等等那些？那么跟我们的直线关系有什么关？有什么样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呢？我们来看一下，从一个例子开始来看。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的是，我们来看一下上个学期讲的变方分析跟我们现在讲的两个之间有什么样子的相同或不同的地方呢？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假如变方分析是这样 ，treatment label 是怎么样子？假设是一二三四，这个是什么样？数字型的 label， 而且是等间距，对不对？这是 quantitative 的 label。这是这样，然后呢，变方分析的时候，每一个 treatment label， 那下面呢有几个重复，假设是这样，假设是这样子的数据，所以 replication 有的有两个，有的有三个，然后我们可以得到它的 total， 对不对 ？PI。这个是30 12 8 12 grand total 等于62，啊，你当然也可以得到它的 yi， 这个是10，对不对？啊，是这样子。那我们就可以做变方分析，对不对？变方分析的话，可以去做什么 ？SS treatment。SS error SS total， 对不对？还记得这个怎么做吗？用 PI 来做。你要知道什么？我要知道这个 Y bar 之间的是不是相同，然后我现在就用各个 treatment 的 PI 来看，然后我要看这些的变异跟总平均值之间的差异来比，对不对？我用 PI 跟这个来比，所以是什么样子？你还记得吗 ？PI 的平方跟 grand total 之间的差异，每一个 TI 平方是从多少个数值来的？啊，这一下子你有一点麻烦了，对不对？要除以 NI， 啊，因为每一个 NI 不一样，所以把它加起来，哦，是什么？这个每一个 grand total 有多少的？就这样把它做出来，没有问题吧 ？SS treatment 做出来是 67.6， 这个呢也可以把它做出来哈，叫做是 99.6， 这个叫32。OK， 假设你的 ANOVA 就做出来了，做出来了以后呢，你就记不记得做了这样的事情？就可以在 ANOVA table 里面把它写出来。好，我们的 ANOVA table 里面就可以怎么样？中所 variation 有什么东西？有 treatment， 对不对？我们这边空大一点，等一下还要继续做 trend analysis， treatment error。还有 total， 对不对？好，
Square 有什么呢？ Fisherman 的 Summer Square 从那边做出来叫 67.6， Arrow 呢是32，这个呢 99.6， Equilon Freedom Fisherman 有四个，所以4-1变成多少？3。然后呢 Arrow 呢是每一个 treatment 都减掉一个，所以以后就变成几个？2、4、5、6，6个。好，所以总共有9，对不对？好 ，MS 可以算得出来。所以相除了以后呢，22.53 ，MS 一的是5.33 ，F test 就用什么？MS treatment 去除以 MS error 这两个相除了以后叫 4.23， 然后去查表查 degree of freedom 3跟6的，那假设如果它大于这个查表的，比如说3、6的那个，假设它显著了以后，你还可以继续去做什么？做它的分析，对不对？啊，分析的时候有各种不同的这个分析啊，你可以做什么？可以做 Dunker， 可以做什么雪菲啊、LSD 等等的啊。另外呢 ，Orthogonal Contrast 你也可以做。还有一个是什么？看它的趋势。当什么？我这个 treatment label 是数字型的，而且等间距的时候。可以做，它是不是随着什么样子？我只要把这个数据呢，这样子做出来的时候，画出来，把 treatment 画在这里，当作是 x， 永远把 treatment 放在 x label， OK？ 好，所以有1、2、3、4，然后纵轴呢，我们是 y， 对不对？Y 的话永远是放什么 response， OK， 放这样，所以 treatment 等于1的时候，我们那个数值有2到12，就假如这边是2、4、6、8、10、12的话，比如说 treatment 等于1的时候有8、10、12、8、10、12三个点，这个呢有4、8，这个有2、6，这个有2、4、6。好，这是观测值的点，把它画出来。好，所以你接下来可以继续做这个 Y 跟treatment 当作 X 的时候，它们之间有没有直线的关系，或2-4的关系，或3-4的关系，对不对？这个 degree of freedom 等于3的时候，最多可以分成3个，每一个 degree of freedom 都是1的这样的 contrast， 对不对？然后这个，所以你可以分成什么 linear， 怎么样？Quadratic, cubic, 三个 degree of freedom 各是一的，然后把它的 sum of square 把它弄出来，对不对？是不是这样子？好，我现在要大家弄的只有其中的一个 linear 的就好了，就把 linear 做出来。那你只要只注意 linear 的话，其他的话不想要弄出来，你就可以。它叫做是 others 或是 lack of fit， OK， 其他的两个，一个 sum of square 是 degree of freedom 是2，你暂时对它没兴趣，只算的 linear 的关系。那这个 linear 的这个 sum of square 跟这个的 sum of square 两个是加起来要等于 treatment 的 sum of square， 对不对？这样了解吗？那怎么样算这个 linear 的 sum of square 呢？ Q 平方怎么算？linear 的 这个 Q 平方
记得吗？你首先要去查表，对不对？查出它的这个 CI， 对不对？是不是？它的成为直线的关系的那个 CI 是多少，对不对？ Linear 的时候它的 CI 是多少，你可以去查一下表，它是多少，负三，我把它写到这里来好了，这样你比较知道。所以呢，假如是 Linear 的时候， CI 是 Linear 的多少，负三，负一，一三。为什么写到这里呢？因为我们要用它跟 TI 一起做，所以 Q 平方是等于多少呢？是这样，对不对？ Summation Ni Ci 的平方， Summation Ci Ti 的平方，还记不记得这个公式？那假如我们的 Ni 相同的话，你可以把 N 提出来，就 N summation Ci 平方啊。那 Ni 不一样的话，就放到里面去，可以吗？好，所以呢，这个式子的话，把它带进去，它是 linear 的时候，你把它做出来是多少？ summation Ci Ti 的平方就这里， Ci Ti 平方。CITI 平方 CITI 平方 CI 乘上 TI 平方，把它加起来，所以呢上面是多少，乘以 CITI 哈，乘以30，加上多少，负一乘上12，加上一乘上8，加上3乘以12，整个加起来以后再平方。 OK， 那下面呢，summation NICI 的平方，第一个 NI 是多少，是三个，对不对？所以呢是三乘上 CI 的平方是9，加上第二个是2乘上1，加第三个是2乘上1，加上最后一个是多少， NI 是3乘上9。OK， 得到的这个数值叫做58。58是什么？就是我们算出来的这个 sum square 里面有一个叫做58 linear 的，所以剩下来的一个叫做 9.6。OK， 这两个加起来等于 total 的 treatment 的东西。好，这个是上学期我们教的。它可以再这样做，那么现在我们还教过的是怎么样，要来看它们之间是不是有直线的关系。那你想想看，假如你把它的 treatment 当作 x， response 当作 y 的时候，你是不是可以直接去做直线的关系，x 跟 y 的直线关系。好，来做一下 x 跟 y 的直线关系。 x 跟 y 我们应该要有这样子的东西，对不对？假如要做直线关系是这样，谁是 x treatment， 所以怎么样把这个数据转换成为 xi 的数据组，开始哦。来， x 等于1 treatment 呢， treatment 当 x，Y 呢等于多少？八，会吗？接下来 ，X 等于一 ，Y 等于12 ，X 等于一 ，Y 等于10 ，X 等于二的时候 ，Y 有怎么样？有八 ，X 等于二的时候 ，Y 有4，等于三的时候有二，三的时候有6，四的时候有二，四的时候有6，四的时候有4。好，做完了 ，N 有几个？1 2 3 4 5 6 7 8 9 10， N 有10个，可以吗？有 X 有 Y， 是不是可以去做回归直线的 A 跟 B 出来，然后得到它的这个系数出来，然后做回归直线的关系。好，
会给大家是什么功课，回去要去思考的。所以做到这里的时候，你就开始去做回归直线了。回归直线的时候呢，你就会做出来的什么 Y hat 等于 A 加 BX， 对不对？做出来了以后呢，你就怎么样子，会有一个 source of variation， 有一个叫做是什么 regression 的，还有是什么，有一个是 error 的，有一个 total 的，自己回去算，因为是今天才教的，请你回去算它的 sum square， 就是 SSR 是多少， SS error 是多少， SS total 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呢？这边是一，这边 n 减二， n 减一， F test 就是用 MSR 去处理 MSE。 好，这个 MSR 除以在做什么呢？在 test beta 等于，就是在看什么 x 跟 y 之间有没有直线的关系。在这边，同学们，假如这是我原来的 x y 的点在这里的话，我是在看我做出来的回归直线，假如是这样子，我是在看什么？他们之间的这个回归直线。是不是显著？贝塔是不是显著？这边的直线是不是显著？那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 ？Linear 是这个，不是也可以做 test 吗？回归直线，用回归直线的方式把这一个 regression 做出来，做出来以后去做 test 了以后，请你去比较。那么我在这边是在看什么，这个 treatment 跟 y 之间有没有直线关系，是用哪个来 test， 是这个来 test。 那么我在这边呢也是在看什么，这个 treatment 跟 response 之间有没有显著的直线关系，我是用这样子来做的。好，这两个之间呢有什么相同，有什么不同，回去做。OK， 做完了以后我还要问你，那么在这里再用作直接就来做了，把这样的数据直接就只做了回归直线，跟我在这里还做了这个 ANOVA 有什么不同？我在这里我用 ANOVA 来做的话，我来做了一个这个 F test， 这个 F test 是在 test 什么意思？跟我这边只做了这个直线的回归的时候什么不一样呢？OK， 两个层次，回去思考。你去做了，把数据做出来，然后把你的两个 test 都做起来，然后你去思考，啊，把这个图把它画出来，在这边思考，啊，下一次希望我们在上课之前可以，来问问大家的意见，看看大家有没有这个脑力激荡出来的。这个是告诉大家什么东西，同样一组的数据拿到你的手上，你去做了一个实验出来，哦，有的 treatment 有1234的这样子的量。